所以就让上半场最后一集留在了工程师这边。剩下三秒钟，田浩，难道叫辛巴投三分？对，没错，整个练习赛只投进一记三分球的辛巴，而且他的第一记三分球面对的还是国王队。没错，那是一个不得已的三分了，但这一次也是不得已啊，因为时间快到了。哇，三分球太精彩了。今天辛巴的两记三分线，一个例行赛，一个季后赛，都是在面对国王队的时候投出。55-49，打完上半场，重新要回领先的是主场的工程师。